好的差不多了。怎么样，够感动吧？你的顶头上司亲自帮你上药呢。可是你现在不是正处于追我的阶段吧？啊，我追你啊？嗯。那不知道某人为什么死乞白赖的还跟我求婚呢？谁跟你求婚了？嗯，孙大哥。玉明，不要慌啊，该手足无措的人是我才对吧？玉明，我们不想伤害你，但是也是时候该让你知道了。刘琳会是我现在还有未来所珍惜的幸福，我也希望你能解开你的心结，早日找到你的幸福。希诺哥，何必呢？这事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玉敏，如果你愿意给我们祝福。不会，永远不会。明明就是我在写，明明就是我默默等了那么多年，最后为什么是你啊？是你抢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没事，玉米一直比较孩子气，相信过些时候他一定能接受的。嗯。林。嗯。这是我的决心。那你的呢？